多深吧。反正我是15岁出来打工了，谈了一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打工你虽然累了，你有钱用。打工虽然痛苦，但是比学校里好一点。你来，你以为你长大了？你只认得到钱？我晓不得。这一次老子还有那么拉扯，你们根本就是无心找的代。哎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爸爸读的书也比你还要少，尽量为你的自己的学习着想，是吧？希望你们啊，将来们能够出人头地就好了噻。